拍一个，再拍一个不要紧。那个吃的春游的时候，我李长、陈英哲待在厕所里，然后呢？然后军训那次，我就我一个人在厕所里，反正什么都没有。哥，对吧？太行了，看这位来了就行。来，给他们。对对，已经录了，看看，非常不错，哎，没事没事。